唱委人，然后他是我的主唱，一生他是我的吉他手志豪，然后我们要唱的是接不接生，然后会唱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唱。哦 ，OK OK OK。看起来很困扰，朝不思饭不想，晚上也睡不好，是不是心里有什么烦恼？你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大概是季节变化刚好感冒，可是我明白是他让你神魂颠倒。我发现原来那女孩让你每天意乱情迷不自在，我知道朋友的是爱，想要问明白，她接不接受跟你到处走走，走过台北热闹的街头，她接不接受让你牵她的手，要牵右手还是牵左手？啊，接不接受？接不接受？接不接受？啊啊啊啊！啊，接不接受？接不接受？接不接受？哦，你虽然还没有发高烧，却常常傻笑，做事情不可靠。每天出门都快要迟到，你说真的没什么大不了，你这个人本来就有点出线条，可是我明白是他让你神魂颠倒。我发现原来那女孩让你每天意乱情迷不自在，我知道朋友这是爱，想要问明白，他接不接受走进他的生活，每天晚上传简讯问候，他接不接受和你一直被盗，你在干我还不太上手，他接不接受？接接受，接不接受？哦，接不接受？接不接受？接不接受？就请你不要再拖拖拉拉，是男人就勇敢地告诉他，虽然我知道你有点怕怕，担心说出口可能被打枪，但是拖太久只会让他更不爽。我发现原来那女孩让你每天意乱情迷不自在，我知道朋友这是爱，想要问明白，他接不接受跟你到处走走，走过台北热闹的街头，他接不接受让你牵他的手，要牵右手还是牵左手？他接不接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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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接不接受？接不接受？接不接受？
接不接受，接不接受，接不接受。